国，叫岳子元，是京城赫赫有名的神威镖局的大当家。父母走镖意外去世后，独留我一人掌管整个镖局。我和从小在镖局长大的栓子相依为命，虽然现在我们只能做些送鸡送鸭的小生意。把鸡挂松鸭那里去。对不起，本镖局没有这项业务。这是我的鸡。但我相信，在我的带领下，神威镖局一定能发扬光大。神威镖局压镖啦！大鱼啊，大鱼啊！这谁家镖局这么快？让一让，神威镖局压镖啦！神威镖局的镖车撞人了，他撞人，这样吗？哎，我说这位大哥，他们到马车过来了吗？你怎么碰瓷儿啊你？你们神威镖局撞人了还怎样？我说你这个人，阁下便是神威镖局的岳子元吧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你去，情况不对，不能说。敢问这位大哥，你找岳子元何事啊？我代表神威镖局3852名债主共同联合委托，前来讨债。这么多债呀！逢期债款50000两，多谢配合。不好意思，这位大哥，我不认识岳子元，要不您问问别人吧。对，不熟。慢着，这个岳子元啊，卑鄙无耻，欠债不还，丧尽天良，丧尽天良！还想跑？还钱！还想跑？还钱！还钱！快点！姐，他们骂你怎么办呀？别急，我想想。二公子来了，京城首富啊，老有钱的人家了呀。真的是杨二公子来了。哎，少爷你可算来了，有人欺负你家丫鬟还要逼良为娼，你快为我做主。少在那血口喷人啊，什么逼良为娼啊，大伙都知道我讨债章那是全京城最有素质的高利贷。看看，勇夺第一啊，多么的朝气蓬勃！你看看你，欠债不还，还在这耍赖，就是，赶紧还钱，还钱！你可笑什么样子啊？这位爷，您确定您要罩着他？那是，我们家公子是那种见死不救、不顾自己丫鬟死活的人吗？是。真的，柳条，松开你的脏手！姐，你没事吧？知道我们家少爷是谁吗？就敢抱杨家二少爷？是你这种人随随便便就能抱的吗？各位父老乡亲啊，我和他不认识，也不熟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镖局这个行当呢，讲究的就是守信守诺。所以我相信啊，你岳大镖师啊，就算是砸锅卖铁，也会把这个钱还给大家，是不是？是啊，还钱！还钱！还了。那据我所知啊，神威镖局的地段不错，所以呢，你只要把宅子地契一卖。还大伙的钱呀、绰绰有余。你说什么呢？我相信岳大镖师一定不会砸了这神威镖局的招牌吧。对啊，还钱吧，还钱吧，天天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卖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呢？我不理你们来信了是吧？啊，别说了，喂，别吵了，闭嘴，别吵了，都给我闭嘴。那是自然。神威镖局地契一张，只需文银50000两。他早该这么做了。十日内，若我不能赎回地契，神威镖局就归他。谁要？姐，不行啊，我们就只有这一张地契了。我出。
谁闯？哎呦，谁呀、啊？夫人，一模。少爷，他是谁啊？侯夫人。傻孩子，镖局经营困难，为什么不告诉义母？无论何时，义母都支持你。嗯，银账两清了吧？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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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了，散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走走走走，散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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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走走走。我还真没想到有人会帮他。吴妈，这是我的地契。义母，那地契就暂由您替我保管吧。放心吧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到白府来找我。嗯。花伞，看花伞嘞。对不起子云，义母不是故意要算计你的。这东西你不能拿走！哎哎，这是镖局的东西，你给我放回去！让开！哎哎，站住！你们不许走！大牛二虎，岳总镖师在世的时候对你们可不薄啊！你们现在就这么欺负我姐吗？他岳子元把镖局的地契都押上去了，不走，留下来喝西北风啊！你，没错，当初还真不如把地契给卖了，大家分一分，好早点了事。哼，你。呼什么呼啊！镖局，你留得住他们的人，你留不住他们的心。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？大浪淘沙，沉者为金；风卷残云，胜者为王。你要相信你姐。你要相信神威镖局在你姐的带领下一定能东山再起。来，多吃点。咱们得先庆祝。好。第一呢，是咱们的外债清了。嗯，清了。二呢，鼓舞一下士气。你姐我一定会带着你重振神威镖局当年的威风。加油！慢慢积少成多，这铜板会变成银子，银子会变成越来越多的银子。像杨潇那样的二货，那样的傻瓜是不会每天都碰到的。嗯，来喝。来，岳大镖师半日不见，口才长进不少啊。是吗？杨二，你杨二公子啊，哎呀，你说我们怎么能这么有缘呢？真是太巧了！来来来，我这备了好酒好菜，就等您了。来，一起来。别动手动脚，还没摸够呢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快来快来。请坐，请坐。走走走走走。哎呀。坐呀，别客气，干净得很，干净的要命。哎呀，杨二公子，你都不知道我正教育孙子呢。对，骂我来着。嗨，今天都怪孙子，怎么能这么冲着杨二公子呢？是不是？对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栓子啊，今天你姐我必须和杨二公子好好喝上一喝。这样啊，你去厨房找老板要两坛女儿红，不要最好的，只要最贵的。好嘞，我再帮你把鸡热一下。还麻溜的、哎、快点。好。哎呀，杨二公子啊，哎，今天你说真是多亏了您呢，要不是您，你说我这神威镖局的脸面这该往哪儿哥呢？真是算你识抬举，有眼光。嗨，这栓子怎么能去拿个酒拿这么久啊？栓子，你俩先坐着，我自己去找。啊，好。
栓子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这拿瓶酒这么慢的。哎呦，杨公子，一共是50两银子。我说这今儿个月镖头怎么这么阔绰呢？原来是遇到了杨公子啊。岳子元，你给我等着。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岳镖师，我来下单。把这一篮子青菜送到永祥客栈。哎，没问题。干嘛呀？这位大神，这神威镖局已经被我们家少爷承包了。您去别家镖局吧。100两。娘子。这位姐姐啊，少爷，一看您就不是为五斗米折腰的正义之士。是是是，选择我们神威镖局绝对会是您最明智的选择。对对对 对，姐姐，走过路过你不要错过呀。下次啊，大婶慢走啊。向本少爷道歉的话，本少爷就考虑放你们神威镖局一马。少爷，姐，这都已经10天了，这杨公子拦着，咱们一单生意也没接着，这地契都快要不回来了。这个杨二，这个赖皮狗！哎，对不起。嗯。杨公子，您大人有大量。放过神威镖局好不好啊？不好。怎么很难过呀？打我呀。本少爷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你打的话这医药费啊可是一大笔数目。还有你要耽误了本少爷吃喝玩乐，那这误工费是不是也得算上？再说你已经跟本少爷气出了内伤，这求医问药也需要一笔钱吗？这算起来可是一笔巨款呢。本少爷呀，就陪你慢慢耗。等今天一结束，你们神威镖局惨败，我就把你们神威镖局买下来，给风雅阁做分店。哼！哎，我家夫人命我找你下单。这是白银500两，本少爷命令，不许在他们神威镖局下单。岳镖师，哎呀，杨公子，这打脸了吧？子元爱女身为你的义母，却没有怎么看顾你，实在是愧疚。只因我旧疾复发，时日不多，终焉之刻又一世相托。银若自小被我溺爱，性子软弱，我身去以后恐她有性命之忧，故我以100两纹银做定金，聘你神威镖局岳子元守护银若，助她完成婚姻，嫁得良人。当年我带着洪家万贯家财嫁入白府，救白家于水火之中，如今却是如此下场。我已安排好银若的婚姻和嫁妆，但老爷糊涂，我身去后务必提防于事，他定会打银若嫁妆的主意，请你以丫鬟身份入白府保护银若，
待他出嫁之时，此镖结束，身为镖局地契定当完璧归赵。岳子元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爹欠的账我都一一记录在册，今儿个要是不还钱，小心老子把你卖青楼去。还钱！我看你们谁敢！我与子元投缘，今日起收子元为义女，谁敢欺负子元，就是跟我红婉君作对。不要怕，有我在。就像我一个人先走，我以后该怎么办？是谁办的差事儿？狗屁不通！香油不香，黄纸不黄，白布远处看着黄不拉几的。看来夫人生前这规矩也没给你们立好啊！我非得给你们紧紧皮子不可！把熏香放下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！虽然夫人生前比较喜欢香薰，但你也不需要点这么多呀。何况小姐平日身体本来就弱，见不得这般火烧火燎的。就连夫人生前最喜欢的熏香都没有，你还敢说嘴？看来夫人生前惯得你一身臭毛病。宁环，在。把吴妈拖下去，送回老家。是，不要，不要，不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妈妈，小姐，妈妈，你们，大小姐一片孝心，肯定是要在灵前跪个七日七夜的。大小姐怎么站在这儿啊？夫人的牌位在这儿呢。放开我！天若，哎呀，哪来不长眼的东西？子元。哎呦，二夫人，您没事儿吧？岳子元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当镖师去了吗？我接了我义母给我下的人身镖回来保护莹若，直到莹若出嫁前我都得在这儿。都得在这儿？你当白家什么地方？想来就来的吗？吵吵闹闹还嫌府里不够乱是不是？老爷，白老爷，哎呦，老爷，你看，他敢捉我。白老爷，知道您平时忙，本不愿打扰。只是你看，我义母一向生活节俭，可是这灵堂却布置得如此奢华。这可是违背了老爷您和我义母一向克勤克俭的持家理念啊。奢靡，太奢靡了。我说了多少遍了。就算老爷我再有钱，也架不住你这么霍霍呀。老爷，这莹若自小身体就不好，您说她要是跪上几天守灵，若是生病了，这可又得不少医药费呢。也对，那就别跪了。莹若，你身子弱，那你先回去歇着吧。哎，不行。哎呀，老爷，你可不能光顾着对红姐姐的一片情意，却枉费了我的一片苦心啊。如今这个丫头这么顶撞我，你得为我做主。那你要如何嘛？这一个女镖师这么进进出出白府，你让我以后怎么对这些下人立规矩啊？爹，你们。白老爷，我来给莹若当丫鬟免费。食宿自理，你们正好省了一个丫鬟的月钱，你说这可好啊？婉君向来节俭慈悲，你也多学着点儿。义母放心，有我在，一定不会让任何人欺负莹若的。
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打探一下神威镖局的具体情况。这个岳子元呀，油盐不进，得想个办法。你还知道回来啊？大少爷。大哥，您这还没睡啊？这么晚了，一个人赏月多孤单，弟弟陪你。大少爷，二少爷他是去帮生意上的事儿了，没查桂月新上路的事儿。杨秀，你又去打探你父母被害的事情了？不是的，大哥，我呢，就是顺便刚好打听一下。杨秀，淑芳，爹，你还在追查？我已遵照你父母的嘱托给你定亲了，你想违背他们的遗言？我没有。闭嘴！商道之事牵扯太多利益方，是各方势力博弈之地，岂是你一人碰得了的？爹，杨潇他年纪小，不懂事，您别生气。天色不早了，早些休息。以后不准再提起此事。花落人亡，两不知。唉，上天既然给了林小妹这么好的出身和容貌，为什么让她经历那么多苦难？若不是红颜薄命，那她也太命途多舛了。林若，你还是担心自己吧。于是今天这样，摆明了以后不会让你好过。再耽误下去啊，我怕他会贪图你的嫁妆。尹若，义母帮你定的亲是京城哪户人家的公子啊？人品怎么样？你见过他吗？偶然见过。虽说和我算是佳偶天成，但我俩注定情深缘浅。说人话，我见过他，但是他没有见过我。那他是谁啊？哎，这样吧，我去找他，和他商量一下，让他提前来白府提亲。杨家的二公子杨潇。尹若竟要嫁给杨潇那个浪荡子？哼。我还能插翅飞了不成？不是，你把手放下，都给本少爷让开。想办法出去啊。这怎么出去啊？爬梯子、爬窗户、挖狗洞，这还需要我教你吗？怎么可能呢？这么高的地方啊，还那么多人，怎么可能逃得出？可能不可能啊？停下来干什么呀？到了。这么高？姐，这么高，咱们怎么上去啊？哎，对了，姐，你不是一直想教我轻功吗？来吧，展示。看好了。哎。嘿。你。别笑了。你不是练相扑的吗？赶紧的，扎好马步。不是姐，我是栓子，不是梯子。你猜我不合适吧？怎么不合适啊？我在神威镖局把你养得这么标致，我不踩你踩谁啊？赶紧的，别废话。来吧。等好了。
再上一点。我已经很高了。不中了。姐，你慢点啊。是。等会儿。姐，那我怎么办呀？这个树归你了。爬。啊？哎。叶思远，冤家路窄啊，在墙头都能碰见你。好巧啊，杨二。切，公子，每次见到你都没好事儿。说吧，爬本公子家的墙头干什么？哎呀，杨公子，我真是头发长见识短，之前您大人有大量来跟我计较，我这一次来啊是专门来跟您道歉的。我还特意准备了。姐，你拉我一把，你拉我一把，拉我一把。别退了，别退了，哥。少爷。花卷沾染了些许风霜。